刚才啊，主持人给我简单的介绍我了，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。今天呢，我来到咱们德惠市啊，公益论坛传统文化这个会场啊，我感觉挺欣慰的。因为我们呢，德惠市第一次开这个论坛，这个论坛呢，我感觉呢，我们德惠市的老百姓是吧，真是福分不小啊。我们的政府给我们大量的支持，这不是我们德惠人民的福分吗？所以呢，我今天呢来给大家所要讲的是什么呢？是当人之道。当人之道呢，就是呢人的身体科学和生理科学，是吧？那就是说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？因为我们现在人的疾病很多，另外呢还有的人家生孩子生理上带来的病很多，是吧？那就在什么上产生这个问题呢？就在我们家庭伦理，家庭这部伦理上产生了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呢要讲呢，说讲道，讲什么道？不是谈玄，也不是论妙，讲的是当人之道。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当人，不会当人我们就生出一个生理带病的孩子，不会当人我们身体就不会健康，不会当人我们家庭就不会幸福，我们不会当人我们夫妻不会和睦。所以我今天所要讲的就是这么一几方面，是吧？先从我自身说起，说道德吗？道过的是德，先讲自己的道，是吧？自己当人之道，自己没当好，所以今天在这里给大家现身说法，让大家做一个戒识，是吧？因为我自己在幼小的年代时候呢，身体不健康，是吧？身体不健康，为什么身体不健康呢？因为也心性不好，就是性格不好，脾气暴躁，是吧？我九岁，可以说家庭生活太困难，我九岁就放猪，可能农村的父老乡亲都知道，是吧？都知道放猪是什么，现在不放了，都是圈养的。那时候呢，放猪为了补助家庭生活，是吃粮的问题，所以我放了几年呢？我放了4年猪，13岁上学，是吧？上学以后呢，因为整天的跟猪在一起打交道啊，心性不好，是吧？心性不好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家庭呢，人口也多，姊妹多，姊妹7人，所以我是老二，所以我呢把家庭视为那就是都得归我管，就那小的时候也不行，谁要惹着我那脾气那就不用说了，那就是火星乱爆嘛，霹雳闪战，就这样，是吧？越来身体就越不好，这得了一身的病，什么病呢？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肝硬化、肺结核、肾炎，所以我就得了这么多的病。那时候当时呢，医学没有这么发达，是吧？医学不发达，是吧？只能吃点中药，可是吃中药家庭生活还困难，没钱吃，吃了几副没有效果就不吃了，那怎么办？那就等死了，啊，就得等死了。所以这样一来，我上学第一天就跟同学打仗，13岁上学嘛，就跟同学打仗，跟老师瞪眼睛，是吧？跟老师呢，老师说我那时候我是一点也不服啊，所以在学校里头呢就横踢马槽，所以身体就不健康，越病越重。说当我在上学的时候，那个时代还那个学校的环境啊，
不像现在这环境啊，那环境也不好。我每天早上啊，就那么咳嗽，还得带血。每天早上我去干啥去呢？因为我这个在学校这屯子住啊，每天早上冬季起来去给各个班点炉子，把炉子升着，完了再回去吃饭，吃完饭上学。老师一看我应该，我犯点错误，老师也不管我，就把我养坏了，是吧？就把我养坏了，那叫真是溺爱了，是吧？老师，我犯错误，我跟老师俩顶，老师都不跟我俩顶，所以这样一来，养成我一个坏的习惯，是吧？养成坏的习惯，就把呢，一点一点的就把病就病成了，是吧？因为我是个农民呢，我念书念的，岁数念的，学历也没有什么学历啊，小学毕业。那时候小学毕业不像现在，现在啊，三年级的孩子比那时候小学毕业的、啊、都强。就为了我这个孙女老孙女，搁王洪奇这学校呢念书，他认识的字我都不认识，他学那东西我都不会。虽然他才十一岁，今年才11岁，是吧？就在王洪奇这个学校里，就说我们现在。学生啊，是现在这孩子呀、啊，也脑袋也太聪明了，是吧？也太有智慧了。所以我那时候呢，我学习，我感觉我学习还挺好的。可是呢，一来二去，身体不行了。身体不行了，后来没有办法了。没办法怎么办？我们家里那个有一个队里有个老人，他就送给我两本书。一本书叫什么？《笃行录》，可能有的人看着过。《笃行录》是什么？王凤仪先生的《笃行录》，他一生所行做的，和一本《道德语录》，把他给我了。我一看，哎呀，王凤仪这个人也是个能人呐、啊，一个大字不识，他能尽忠尽孝，他孝敬两辈老人，他跟他四弟三次样谈。哎呀，我说我可没做到，正跟人家相反呢，是吧？正跟王凤仪相反呢。王凤仪对弟弟那么关心，那么爱护，我对我的妹妹那就是又打又骂的，跟我哥哥我是那更不用说了，他要不认识我，我就说黄天啊。所以我哥哥就只有这个，那我父亲很多打，我父亲不敢打我。为啥不敢打我？我有病，对吧？我要一我要我父亲要一说我躺那嘎三天都不起来呀、啊，那就那样啊，要不能有病吗？所以我就病的死来活去的。我看到这本书以后啊，我说人家能这么做，咱们做不到，这性格不好改呀、啊。古人有那么句话吗？山河容易改，秉性最难移呀、啊，这性格不好移呀、啊。不过想要改，改不了，真改不了，是吧？为什么改不了？自己一身病啊，一身的病毒都在体内呢。那这些病毒支配你也改不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呀，那就挺着吧，挺着要死吧。后来这个老人又给我介绍一位老人，他说我再给你介绍个人，你去找他去。我就又找这个老人，这个老人是个老太太，我就找他去了。找他去怎么样？到他那个，我见他面似的，他就问我一句话：“你都什么病？”我什么病？从头到脚，从里边到外边，没有没病的地方，都有病。这个老人就不说话了，一声了。我跟他坐了2个小时吧。我一瞅人家不吱声啊，这性格你说能坐住炕吗？把人家炕席那都编那个书盖炕席啊，我坐那嘎达围，我就把炕席花子给我炕席都围坏，围坏。我一瞅他也不吱声，我寻我这么着急你还不吱声，他也不吱声。我站起来我说我要走，我说我行，我要走了你得说，你得吱声吧，啊，他吱声了，你走啊，我说我走。他说一句什么？回去吧，
好好格物格物你自己。这是大学里说八条目里头第一句话呀，后来我才看到八条目里第一句话格物。那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格物啊，我就寻思他让我格物啥玩意儿呢，我走了一道我想想格物什么玩意儿呢，就想到了什么呢，那时候我看着，因为我看着那个道德语录里上说有这句话，格物就是想一想自己呗，想一想自己，一寻思自己，因为那时候他看到那语录了，他知道这病是生气来的，那我就开始格物了，我就赶着走赶着格物，我放一个屯子的猪没有一家我不生过气的，哪家我都生过气，今天这家说早了那家说晚了，我就搞一个一个格物，最主要的是啥呢，我跟我父亲生气，比方七个孩子家里生活困难呢，这七个孩子到一起打仗啊，疯打闹啊，老人就骂我们打我们呢，我们就因为我父亲打我骂我不对，我就生气，一打我就躺在那就不起来了，饭也不吃了，有时候我奶奶都往起粥，我就想到这儿了，我就想到老人呐这种苦啊这种难呐，儿女不理解的时候就怨老人，当我想到这个时候，我就想到我父亲那时候生活太困难，冬季啊赶着爬犁上山铁犁那道山去造套子，那真有生命危险的，搁山上往下拉木头，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哭了，我掉眼泪了，想到父母的恩呐，恩重如山呐，子女不理解就怨老人，我就想到这儿，我就寻思个个高兴寻思真对不起老人，是吧，小时候不明理，大了呢还不明理，25岁了你才明理，我赶着走赶着寻思怎么样，这肚子就像开锅了似的，这找老人好处了，他认到自己的不是吗，肚子上下就像翻锅了似的，一翻锅我就想我就因为我看到那个《笃行录》的和《言行论》那个《道德语录》说了，病打口中入还得打口中出，你把五毒吃进去了，吃个五毒丸，所以你肚子有病了，我就想到这个，我说这能吐出去还能整整事，连鼻子带嘴呀，咳口往出窜的，那人往出窜，那真是吐出那个滋味啊，苦辣酸甜咸呐，五味都有啊，是吧，那是你真吐出五种味道，后来我才明白，当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能出来呢，他怎么能出来，这病怎么能出来呢，不搞药的他怎么能出来呢，后来我看着王凤仪那个言行录里面他说那叫什么波阴取阳，什么叫波阴取阳呢，是找好处是阳气，印己不是，是吧，找好处印，找人好处，找老人好处，印自己的不是，这叫阳气，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是一股阴气，阴气是啥呢，就是病气，可是阳气进去了这个病气才能出来，是吧，我们昨天在林口那儿讲课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同志得的胃病，肚子很大，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你是不是怨老人，因为我现在我讲30年了已经啊，我说你是不是怨老人怨的，治不了了没有办法了就找我去了，我说你怨不怨，他就眼泪就下来了，怨，等我们走了，是吧，那主办那个人也是像这大会似的一个论坛，他上台了，他给他婆婆磕头认错，怎么样，完了我都到东宁了，他给王秀芳打个电话，那个主办人给王秀芳打个电话，这个人上台给他婆婆磕头认错，是吧，不对的，跟婆婆生气不对的，吐出一盆子来，把肚子吐小了，就是说波阴取阳，找人好处，阴己不是，找人好处叫开天堂之路嘛，
印记不是关上地狱门吗？所以呢，这个女的，我看她大有希望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我那时候也是，这家这一吐我就高兴。我到家了，我母亲问我，给你看了？我说看了。我说咋看的？我说这病能吐出去。我妈说你净胡扯，能吐出去？能吐出谁还记得干啥啊？我说老太太你不懂啊，因为你也不识字，你没看着书，我看到那书了，是吧？这病能吐出去，病打口中入还打口中出。可是呢，我就连着吐七个半宿，这七个半宿啊，那真吐的苦辣酸甜咸全出来了，那五色都出来了，五种色啊。这回我就心想，我这回我死不了了。当时我发出一个信念，发出一个什么信念呢？我说我要能好到这种方法，我要能好到，我要能活下去，我就把这种方法让它流传下去，让那些有病的人，让那些治不好没钱治的人，让他们解除他们的痛苦。当这种情况下，我又发一个什么想法呢？我说我要能有这个能力，我一不为名二不为利，我就发这么一个心。可是呢，我这个病渐渐它就好了。好了，可是啊，得做呀，得行啊，你管好了你不做不行啊，是吧？你知道你错到哪里，你得改正啊。那我真就改正了。以前我在生产队里干活，那是肥便宜不咬啊，你不便宜我不干，你稍微吃一点亏我不干。可是这回呢，我就转化过来了，在生产队干活怎么样？挑重的，挑脏的，挑累的，别人不干你我就干。哎，别人吃受不了那苦，我就去受去。我那个身体还是不太好吧，不太好我也得受。就这样，搁生产队里头，所以我就真是干出名了。队长说的，以前你不这样啊，你怎么的了？那我也不敢说呀，我也不敢说我怎么地了。我说嗨，多干点活呗，是吧？多干点活，好好活着呗，是吧？多干活才能活着呢，干活的嘛，才能好好活着呢。呆着就呆死了，是吧？我跟大家连说带笑的，大家也就笑一场就拉倒了。这样呢，可是呢，事情来了，对象怎么的？那时候都鸡肥嘛，挑大粪，进厕所没人去，没人干。后来我说我干。队长说你可干不了，你这年轻人可干不了。我说你看我能不能干。他说你干不了，不行。我说你让我干嘛，我指着能干，我有始还得有终。就这么的，真就让我干了。扎进厕所头几次啊，心里就干越呀，哎呀那可真受不了啊，那往出一咬那连蛆啥的那也受不了啊。那我就去出来停一会儿还得进去，就想到了有始得有终，不能半途而废。就这么的，我真就干下来了。干下来了，就说我告诫大家一个事情，为人就是为己，你付出了不用你要求回报，没有回报。可是那生产队就给我找了好活了，说他这么服从领导，干啥像啥，到哪不用操心，让他干专职。干砖纸干啥？做豆腐。你这活多好啊，那是有十等人那时候吗？豆腐官吗？刀前刀后吃豆腐边。可是我呢，在做豆腐的时候我可不吃豆腐边，我打下那豆腐边我给那小块贴上，我自己吃一块豆腐我拿一块豆腐钱，是吧？为啥呢？那时候乍开始那时候你真是那真真，我们家我母亲就说你真真心包裹。我说妈妈你不懂啊，是吧？你不懂这事儿啊，是吧？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诚信的观念，是吧？你得让人家信着，咱们还得诚实。这样我在生产队里就干出名了。可是呢，在我们家庭来说，因为我可以孝道啊，我得有个孝道往补啊，人家我就往就补孝啊，补这不孝道怎么补？那真是父母说啥
唯命是从，顺者为孝嘛。可是呢，剃刀也亏呀、啊，我得补这剃刀啊，因为以前我都是我说了算呢，这我就不对了，不干了。谁说？妹妹说，二哥呀，你干啥干啥呀？哎，行。等时间一长了，我老妹妹呀，我老妹妹小啊，说这二猴子咋变了呢？说管我叫二猴子，那真是他们在屋一闹呢，说话呢，我要进屋一声呢，没了。他说这回我变了，这些我妹妹也都变了，跟我也亲近了。这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不是人家对方不好，都是咱们自己不好。说这样一来，时间长了，是吧？我认为总认为自己做的不好，努力的去补。当我们要想补的不到的时候，是吧？那真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啊，一步一个脚窝啊，一点也不敢错。在生产队做豆腐，到秋了算一笔账，算一笔账，一算账会计把账算差了。我们那时候一年能挣200多块钱吧，可是会计一个算账多给我180块钱，他算差了，我就感觉他算差了。我回家，我当时没敢说，回家我一算差了，我就找队长找会计。当时会计说没差，我说差，他说能差吗？我说差了。队长说差谁了？我说差队长。当时会计就瞪眼睛了，就不吱声了。我说你算算，差180块钱。完了，队长说了，会计一算，真差180。队长说这要别人不能给拿回来了。我说不行，这是人民的钱呐、啊，不是你一个会计的钱呐、啊。我说这是老百姓的钱呐、啊，老百姓就是天呐、啊。我说我不能欠老天爷的钱呢，是吧？所以当你一定要做一个好人的时候，很大的挫折和磨难就来了。什么磨难？说我们就亲哥俩呀、啊、我哥哥39岁，我37岁，我哥哥突然得一个肝硬化，咳血拉血，那时候手术不了，办了2次去世了。去世了，扔下5个孩子，3个小子，2个姑娘。大姑娘是马匹症啊，残疾。可我哥哥去世的时候，我的小侄儿才4岁呀、啊，我的老侄儿才4岁呀、啊，那我就发心了。我这步剃刀没等我进完的时候，我哥哥走了，我要用持刀去补。在我这3个侄儿、2个侄女身上，我一定要尽到我当叔叔的责任，叔父叔父嘛，我就要当好这个叔父，我就像爱护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护他们。可是我特别就关心他们，可是这种情况，因为两家人的生活嘛，十多口人，13口人的活计嘛，都得我一个人干呢。后来我们家里人就说了，那你要这样的话就把你累死了。我说累死也得干，嫂子在这一天我要扶着一天，在这一年我扶着一年，永久不走我一定扶着到底。把我们家人说了，那不行啊，把你累死，咱两家都散了，咱家的事情你别管了，活计不用你干，事务也不用你管，我都能承担，你把他们扶着好了就行。就他说了这句话，说实在的，我感激的我都掉眼泪了。对，我说我没成想你能这样支持我。他说那你势必要这样，那我也不能惹你生气呀、啊，一生气会有病啊。就这么的，真的，就2年的时间吧。我嫂子一瞅说，三叔不行啊，这孩子这么点小，得多大能长大呀？你大侄儿才11呀、啊，
小胆神五六岁能行吗？赶快吧，我得走了。我说嫂子，你要走我不能留你，你不走我还不能撵你，我吃稀的你们吃稀的，我吃干的你吃干的。这样我妈妈在旁边一瞅，我妈妈也很难为，还舍不得这帮孩子走，还怕我累出病来，多难，老人有多难呐、啊！就这样一来，我嫂子真走了，走了离我们远300多里地，几个孩子也盯着往回跑，说那时候说实在的，路费都花不起啊，一年他挣一个劳力挣200多块钱，那路费能花起吗？花不起也得硬鼻子花，借钱也得花，就这么的。后来我这个大侄儿跟我二侄呢回来进院就说了，二叔我们不走了。当时我就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孩子说不走了，怎么回答孩子？不能回答，不能说二叔不留你，这话我就感觉我自己说不出来。我说进屋吧，奶奶想你们。孩子进屋了，进屋了我就得跟我们家里人研究啊，我怎么办呢？孩子不走了，当时他也很不高兴，就说不走咱可不能留，他妈走就为了养活这孩子人才走的，那咱们可不能留。我说你不留，他说我不留。我说你要不留咱俩算拉倒，你回去你找你的，我领着四个孩子，我哥哥两个小子，我领着四个孩子两个老爷，你我过，你看我能不能过。当时我们家人就让我说哭了，哭完了他，我一瞅他哭了我就不说了。完了他就说了，那么的吧，留下，留下这三个小子，说媳妇得花钱呢、啊、我挣呗。他说那咱俩得可劲挣可劲干，你别一干点活你就叫我累他。我说行，你要留下就行。他说再回来不能留了，我说再也不能回来了，就这么的留下了。由于我妈也乐了，我爹也乐了，我一瞅两个老人面带笑容了，看着孩子他就乐了。可是呢我说那不行啊，这个吃粮问题大呀，得办理户口啊，我谁上海能取户口去？哎，我去。那时候没有那么方便的车呀，走到火车站35里地，接近40里地吧。我说咋整呢？你去啊。他说我去。那正是冬天吗？那天30多度，零下30多度啊，他走的就上火车站，到海南下了火车还得走30多里地，到那跟我嫂子一商量，把俩孩户口取回来了。取回来了我母亲就很乐了，要说什么叫孝，顺着为孝，老人关心的人你必须要关心，老人惦记的事物你必须要替他解决，这么的。我一看我妈妈和我爸爸挺乐的啊，你说又过一年怎么样，嚯，又回来俩，这二侄儿跟大侄子又回来了。进院我那二侄儿就把我抱住了，抱大腿，二叔啊，他俩不回去了，我们俩也不走了。哎呀，把我脑袋说嗡一下。咱能说孩子我不留你，我感觉这话出不了口，那真是啊，那可难难了。那我就不进屋了，我把孩子养屋里了，我就不进屋了，我搁当院里我就得想着我怎么办呢。我说那我还得问他呀，怎么办呢？我就问我们家里人，我说你看怎么办，你还有办法吗？他说啥事啊？我这俩也不走了。他寻思半天，我还有招。哎呦，我说你还有招，你还能有啥招？他说我还去找嫂子去。我说你怎么办？他说我让他搬回来。哎呦，我一听这招是好招，人家能不能回来呀？我说那你让他回来你得跟人咋说呀。他说咱们太子这房子还给他，咱俩领着老人出去，把两个老人咱俩一走，
一切国家的东西都给他扔下。啊，我说你要这么说呀，还差不多。就这么的，他又干到海伦，跟我嫂子一商量，我嫂子真同意了，说当时就把那个男的带来了，你看看怎么样？那男的说：“这大雪在地，我看啥呀？反正他们要回来就回来呗。你看这人可好说话了，这人还活着呢。这人是好呢，我跟他相处就像亲哥兄弟似的。他对我们这五个孩子呀，太好了，从来没打过，没骂过，都没说过，就这么一个好人。但是啊，这样好人有好人，我妈一瞅，她说，我妈说这也，你说干活是能干，你说办事一点能力没有啊，说话也能能的，那能，这孩子媳妇咋说呀？我说妈，这个你就放心了，他能干活就行，是吧？说媳妇有我呢，我儿子要结婚，我就让我侄儿结婚，就这么的。我妈说你这么别吹了，你那俩你不知咋整呢？我说老妈你别死，你不死就行，你儿子嘴让你看着，就这么的过吧。可是呢，正赶上82年开放，那都我都42岁了，82年开放了。我说妈妈，开放了，你看没有？让咱们随便挣钱了，我是本家吗？我说妈，咱们可以开美房了。就这么的，我跟我一个妹夫，加我这个我嫂子他们，我们三家开了8年美房啊。开美房那活啊，那现在你看开美房省劲了，那时候全是人力呀，啊，相当累了，半夜凌晨2点起来，到晚上9点10点才能休息。可是呢，我们这孩子都岁数小，我老儿子18岁，我二侄17岁呀，累的拄着那缸都睡着了，站着就睡着了，都累到那程度。完了，我跟我那侄说，我说孩子，叔叔没办法，没有能力呀，为了你们五个说媳妇儿，那讲不了那累吧。那孩子说啥？二叔你不用。你不用那个上火，这没事儿，我们人不就干活的吗？干活更好。就这么的开了8年美房，当我大儿子订婚，就给我大侄订婚，给我大儿子结婚12天，我就张罗给我大侄结婚。给我大侄结完婚了，我就问我母亲了，我说妈妈你看着没有，你儿子做到没有？我妈说我看着了，你做到了，我放心了。就这样等着俩孩子结完婚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腊月初8早晨6点钟，我母亲，我们都在，我因为我跟我母亲我们在一个床上睡觉，我妈妈就咳嗽一声，我们家里就问妈你咋的了，你今天咋咳嗽了呢？她说我来咳嗽一声，然后呢我就接过来了，我说妈我看你现在很好。哎呀，她说我可好了，我一点病都没有了，我现在可高兴了。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这话音刚落下，她就说哎呀怎么的了，我咋的了，哎呦不行了，我怎么不行呢？刚才你说你很好呢，你这不行，这房子转转了，我房子能转着吗？他说我迷糊你了不得了，就这么他就不说话了。哎呦，我一瞅坏了，我说赶快的孩子起来，一个找大夫的，一个找那个给你服务和你大娘送信的，等他们来了他就不说话了，几个小时走了。就说我们老人家心事了的，没有遗憾，我们不让老人带着遗憾走。然后呢我妈妈走了之后，我就想了，妈妈你既然你走了，可是呢我的事情没有完，我还有两个侄儿，
说我一定要执行我的诺言，等给我老儿子订婚，订完婚就张着给我二侄订婚，因为我嫂子和那个他找这个人吧，干活能干，张着事儿不行，那我就都我们俩呀东跑西颠给这孩子订婚，订妥了。90年给我老儿子结婚，给我老儿子结完婚一个月，我又给我二侄结婚。给我二侄结完婚了，我这心里还有这想法呢。妈妈，你看着了吧？你儿子做到没有？我还心里还寻思呢，是吧？当我一想到我妈妈的时候，说实在的，特别的就叫的有一种心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母亲一辈子净受苦了。刚一开放你就走了，你一点也没享着福。就我们现在的老人多有福啊，吃的喝的一点不愁。真的，我父亲在60年呢那地躺到地下了，就剩心口窝一点气儿。后来大队长知道了，完了给要了5斤面，给他插点糊，那个冲点那个糊涂灌进去了，后来活了。我想到那时候，我就想到，现在你们都活的呀，你们怎么死了呢？是吧？我们每一个老人呐，对儿女付出多大的代价，他不敢叫苦。可是我们儿女哪一个儿女想到老人那种苦处？要不说呢，老来难，老来难。年轻人，你别把老人烦了。当初你想别人老，将来就轮到你头前。千般苦，万般难。年轻，你不要把老人烦，是吧？所以我想到这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因为我经常看一个古代的书，哪个书呢？24孝。我经常看那24孝。我说古代这些孝子为什么能这样呢？我们当今我怎么就做不到呢？我总讲我做的不好。这样一样，我二侄结完婚，生我老侄自个儿了，我说不用犯愁了，咱俩生老侄自个儿了，当着给老侄订婚，给老侄订完婚又给老侄结婚，当着结婚，我嫂子就说了，哎呀，他二叔啊，就我有钱呐，我也张罗不了。老房不是那样的，你要不张罗，我说这不是我侄儿吗？跟我儿子能差多少呀？跟我儿子不一样吗？所以就现在我这侄儿媳妇也好，侄儿也好，跟我就像儿，就像亲儿子那样，比亲儿子都近。我换茬，我们家那个就说我老儿子。我说因为我老儿子常年不在家，19岁就在外边给自己就闯，现在还搁长春呢，干啥我就拉砖了，现在搁长春还拉砖，经常上，现在拉砖就上你们德惠这边来拉了，两口子就完起早来贪黑回去。有很多企业家说你别让你儿子拉砖不行，我说必须让他们自己去劳动去付出，不让他们挣的钱太容易了，他们才知道这钱来之不易。我大儿子回家种地，就说我们做老人来讲你必须给儿女做个好榜样。所以我这儿子媳妇对我们那真是无微不至啊，是吧？对我们特别孝敬孝敬啊。说你儿女对你孝，你也得做好了啊，你不做好了你是前车呀。这样一来呢，我给我老侄结完婚，我老侄媳妇给我打电话了，干什么？二叔啊，就往住这房子也不行了，这土房啊。我说那咋要盖房啊？我说那就盖呗，盖没钱。我说没钱，那我说那我也没有钱呐、啊。他说你能给我借着？
我就借我能借着，那完了我再还。我说行，我们这五个小子花钱不分你我，谁有钱谁用着了谁就往出拿，连账都不记呀、啊。我老儿子他那几个那个兄弟花他钱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多少。完了反过来他在问人家，你花我多少钱？你给我这拿多少钱去？说你没借的是我没借，就达到这个程度。这证明他们心中没有隔阂，都能信着，是吧？我们家庭里头就应该这样，家庭家庭是小社会啊。我们家庭不和睦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到外边怎么能和睦？所以就完了，我老是盖完房子，又我大侄盖房子，还得我给张的钱，东借呀、啊、西借呀、啊，借完了我俩儿子帮他还，完了又给我，我二侄跟我在一起过七年，是吧？他侄媳妇跟那婶子没闹过意见，我二侄媳妇说这话，我跟我二婶跟前啊，我相了七年福啊，怎么的？他每天上山回来干活，我们家里也把饭都做好了，做好了饭给炕给他烧了，然后呢吃完饭就告诉他你休息，太累不用你们收拾屋卫生刷碗都不用你们，儿媳妇要干他都往后推，就说我们做老的你得有老的道，是吧？老爷也有道，这样一来我们家庭特别和睦，是吧？特别和睦，是不是呢？我讲的家庭的伦理道德从何处入手，是吧？何处入手？从五伦入手。什么叫五伦？就是伦常道。伦常道是什么？家庭的伦理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诚实有信，上正下忠。说当老爷呢要尽慈道，你别管儿女孝不孝，你得尽慈道。什么叫尽慈道？领子孝道，把子女给领教好。过去说严父出孝子，严师出高徒，现在呢不是严，是要领，看你会不会领。怎么领？你先做出，你是前车，老爷是前车，前车过去后边就压出辙，子女就不你这辙眼走，这叫什么？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，种下菩提树必开吉祥花，春天没种下你秋天收什么？你老人都没给赔到那个德，你让儿女怎么能照你去做呀？你都没做到，儿女就学你呗。要不往往现在我们很多父母都望子成龙，都想让儿女好，你没给陪到那嘎子，反过来我们要老师给教好，谈何容易？老师怎么教？因为你孩子不明理啊，他不懂得人伦道德呀。你说老师多教多难呢？然后给老师出难题，那不是错了吗？哪一个老师不想把我的学生教好呢？我让他考上高等学校，能为人民服务呢？我在清华讲课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问题，我说过什么？我问过清华这些学生，我说你们在来到这个高等学校考到国家的状元府来了，你们知道你们念书应该怎么念吗？他说我们就学习呗，好好学呗。我说你们把书给念书了，有一学校就站起问怎么念书的，我说你们念书自为了名利，古人念书念名理，你们念书念名利，
可是那我们就是嘛，谁不会把书念到这儿呢？当大官发大财，当大经理开大公司，我说所以你们念书了吧。他说古人念书怎么念明理的呢？我说古人念书念明理，我把书念明白了念好了干什么？我要为人民服，为人类创造幸福。我说你们想到这一点了吗？我问了几个学生都这么说，没有这么想。所以我说你们把仁义礼智信义理给毁掉了。那当时有一个学生嘛，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说了嘛，哲学系的一个研究生就跟我说了，他说老师你说这个真实的，我说我真是这个想法，我们没有寻思别为别人咋地。我说你一想想，我们主席提到一点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，我们来到人世间我们不是就为我们自己呀、啊、享受啊，我们要想到人类的幸福啊，多数人的幸福啊。他说那我们哪想那事儿啊，是吧，我就希望我们自己合适就行了呗。我说你看看是不是，所以圣人把书收回去了不让你念了，说把仁义礼智信没了，说开口不讲仁义礼智信嘛，是吧，发言就是灭着自己的良心嘛，是吧。所以呢我们有很多人都学这个呀学那个呀，是吧，学啥学啥，我还是都有这么说法。我有这么一个想法，一心一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，那就是一个活佛。谁是活佛？全心全意为别人的就是活佛，为自己的思就是呢，说就为自己打算呢，就为自己享受啊。我们今天看一看，我们来到这个会场，没有我们当地的父母官给我们设这么一个场所，我们能听到传统文化的道德风尚吗？大家很好的回顾一下，说我在林口那也是，说也是一个县的，也是政府官员出面主办这么一场论坛，哎呀，相当好了，相当办的相当太好了，是吧？当时有很多人呢、啊、都痛哭流泪，就说我们，你做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公民，我们怎么样应该爱护中华，是吧？我从我自己本身，我是个农民，是吧？我是个农民，我能没有什么想法？我们回顾一下，我们的党对我们人民多么关心。盘古至今，我们想一想，农民种地有不要的、不要钱的吗？不要公粮的吗？不要农业税的吗？只有我们在党的领导下，今天的农民享受了这个幸福，我们不应该感恩吗？我们不应该感谢党吗？我们不应该感谢政府吗？有很多人有点学懵了，学什么懵了，是吧？要上天堂又要上佛国，我们现在就是天堂。我们回顾一下子，从古至今人民的生活哪一个朝代朝代的到现在这样，吃的大米白面，穿的绫罗绸缎，住的楼上楼下，用的电灯电话，路上都没人走了，出去就是车。什么叫天堂？这就是天堂。大家很好的回顾一下，我们应该感恩呐，我们就应该遵纪守法，我们不应该胡作非为违法乱纪，我们必须遵照国家的法律去行事，是吧？我们做一个合格的公民。所以我虽然我是个农民，我文化还不高，是吧？因为我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，
说我各地可以说全国的各省我都去过。人呐、我劝大家不要自私啊，不要就为自己那小天地呀、我怎么怎么地，我们要想到多数人。从何做起呢？从五伦做起，一步一步来。先从我们的家庭里说，你把孩子给领教好了，是社会的一个社会上一个合格的公民。你要把孩子给带不好，你给影响不好，他违法乱纪，胡作非为，给社会造成一帮乌烟瘴气。那你说你这个我们这个老人进到此道了吗？此道没进好，你没进到此道，你就没进好这个宗，可以说你对祖宗都不忠，你把祖宗的根给领坏了，是吧？我们说要有人说了，什么算慈啊，是吧？我给孩子攒多少钱，给孩子攒多少物，那就是慈吗？不一定是慈，可能靠着老人的金钱和物把孩子还给领坏了，把孩子推向深渊了，给孩子养成一个坏习惯，花天酒地，吃喝玩乐，造为所欲为，造成了无边的罪孽。我们把有用的金钱真要用到有用之处。什么叫有用之处啊？救困扶疾，洗澡临贫，修桥补路，建筑学校，建设安老院、托儿所，现在可以叫传统文化的托儿所呀，让小孩像王洪奇似的，让小孩从幼小的年龄就学习传统文化，学习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东西，给他贯穿，贯穿好了，孩子养成好的天性了，他不会坏的嘛。那我们市民要多数都要这样呢，是不是社会风气自然就好了？我们家庭环境也自然就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当老的必须要尽慈道，是吧？尽好慈道，儿女要尽好孝道。什么叫孝？顺者为孝，顺老人的心，养老人的身，尽老人的性，是吧？这是三等孝。这孝里包括很多很多的，是吧？包括的很多呀，包括的太多了。什么叫孝？顺者为孝。往往有很多人学一点什么，学的有点就过，有点我说学懵了。学什么懵了呢？老人喜欢吃的东西，我见着一位，是吧？我见着一位，他就这样，他也学，他做的也很好，他学的也很好，他当到一位呢。出家师父说这么句话，你说我老婆吧，我不让她吃肉，她单吃肉，当时那个法师啊就急眼了，你说什么？他说我老婆我吃素，我不让我老婆婆吃肉了，我老婆我非得吃。他说你是妈她是妈，那法师就这么说的。老人喜欢的东西你为什么不给她吃？那物就是人吃的嘛。当时我还在跟前，我一听这个法师真有道，说我们作为我们一个人来讲，老人喜欢的东西我们必须让他得到，因为到晚年了嘛，他还能活多长时间呢？你说什么叫孝？说在家你孝敬父母，你何必远烧香，不用南烧香北拜佛，我们父母就是活佛嘛。孝敬父母，尊敬师长，老师啊跟父母是同级的，是一样的，
所以我们不能轻视老师。现在有很多孩子轻视老师，老师对孩子说话言语有点重了，家长马上就去找去了。你说你给孩子那干啥呢？那叫宠孩子呀，你把孩子给宠坏了，那叫溺爱呀。像我们那个小孙女送到那个长春，我六岁送到王红旗那，我到学校，我们这个夫妻俩到学校就跟那班级委员老师说了，那于老师，我说我这个小孙女她要不听话，你可以严厉的管她。我完了，我们家那人说啥？她不听你就揍她。老师说我可不能揍。那就说老师对孩子呀，不是不关心，特别关心。是我们父母，你就不要那样溺爱了。孝是万善之本呐，孝是德呀，我们只有孝才能扎住德根呐。你不孝亲，你想让子女孝你，谈何容易啊？古人有那么句话吗？老猫正着房脊睡，都是一辈儿留一辈儿。你孝亲子孝你，你逆亲子逆你，报应昭彰，天理循环呐、啊。天是有天理的，天理是循环的。说，我给大家讲几个实例。说，前面河南省上我家来一个爷俩。这个男孩18岁，他爸爸领他到我家，因为那时候我家一般还接触外边病人，因为我们家一共接触病人，光接触病人30年呢，我们家那人真给揍30年饭的，最高的时候一天揍7顿饭，人最多的时候那时候一天达到50-60人。后来我一看，这去从哪去呢？一年不接触了，不行了，咋的？我们俩岁数大了，他都70来岁了，我73了，不行了，做不了了。再说，我还是这样说，咱们一个县城，好一个医院都住的满满当当的，咱一个家，全国人往我那奔，你说我能接触了吗？所以我在各个讲座上刻了很多光盘，有很多人看光盘就把病看好了，是吧？我在赤峰那个论坛上，就有一个老太太嘛，70多岁一个老太太，70多岁一个老太太，我也是在课讲完课，论坛我先用我搁讲坛我先走，老太太喊我。刘老师你站一下，我跟你握握手。我一看白发苍苍一个老太太，那我就站下来。我这人还这样啊，我现在岁数大了，我年轻时候那女同志伸手给我握手我都不拿出手。我为啥？过去孔老夫子讲的，男女授受不亲，男女要有别呀，是吧？那时候我就有点封建，还是吧？实际我也错，那也不对。完，这老太太，我一回头是个老太太，我紧毛着站下来。哎呀，我说干啥，老人家？我要跟你握握手。我说握握手，握握呗，都这么大岁数了啊。完了，他就说了，我谢谢你。我说你谢我干啥？他说我40年的哮喘病了，我看你那光盘，我看2月，我赶着看往我身上对。哎呀，你怎么净说我呢？都是我干的事儿，你说那些个？我说你咋样？他说赶着看，赶着对，赶着对，赶着吐。我40年的哮喘病好了，你看我现在，我上下楼我都连跑带颠啊。这说明点啥？他自己认识上去了，说不是我给你治病，人的病都是自身有病，自心知啊。你心生病还得你心要医，你自己不动心谁也没办法，有你死心做的病嘛，你就得用心去改变自己。所以呢，我可能我讲座的光盘呢，当全国各地八
出上百万张。这样呢，我就见到一个这个河南省来的爷俩，到我们家来跟我们家住一宿吧。我说那地老远来住下吧，住下了，这是大前年，住下了。晚上你说怎么样？睡觉，要睡觉之前，爷俩并排坐的。你说那小孩十八岁呀、啊，说话嘎不多脆的，叭叭就打他爸爸嘴巴子，赶着打赶着乐。哎呀妈！我说真乖呀，他爸爸也乐了，他爸爸咋乐了？臊的，脸透红乐了。我就问了，我说孩子，你怎么打你爸爸呢？他说那我就打得劲儿啊，我打高兴啊，我就要打呀。哎呀，我说真乖呀，他妈你看说话嘎不多脆的，打高兴，打得劲儿。我寻思了半天，这有儿女是什么？是你父母的一个对照，是你父母的一面镜子。我就问他爸爸了，我说你这孩子今多大？他说十八。我说你回忆一下，你在十八岁时候什么样？对你父亲怎么回事？你说说。他都没说呀，他搁那凳子顶上，哭抽就趴地下，放声大哭，在家哭的。哭我就不能问了，哭有一个多小时他起来了，起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哭啥呀？他说你要不提这茬啊，我都想不起来了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他说我在十八岁的时候，我父亲刑满释放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他说我父亲刑满释放回来了，可是呢，我就用我父亲把我的前途给我毁了。他说我父亲是怎么回来的呢？是大赦。我父亲实际是挺冤的，但是那我也因为他把我坑了。他说啥我也不听，我不听他，当然我不听他，他要再说我时我就骂他。我一骂我父亲就骂我呀，一骂我我伸手就打他。我说你看看，他说不但我骂打，我妈也连骂带打。我父亲不到一年呢，窝囊死。我说你看看，现在你孩子十八岁了，他打你了，这叫啥？一还一报，他替他爷爷报仇呢。你说这个小子哭的，哭得像个泪人似的。哎呀，我太对不起我爹了，那时我没有感受，现在我儿子打我，我可有感受了。看看，是怕颠倒理发般呐，拿人心比自心，颠的颠颠一般沉。你来啥样的儿子，你、姑娘儿子，你别问孩子，你就问问你自己，你怎么给培养？那是我们父母的骨血，父母的血肉之躯把孩子养大的。古人有那么句话吧，子随母姓吧。说我们能不能尽这股孝道，孝敬父母，在家孝敬父母，出嫁孝敬公婆，公婆跟父母是同等，是一样的。我们要真是一个女同志，你要拿你婆婆当你妈那么对待，我说你保证生个好孩子，你不会出现矛盾，你孩子不会出现问题。当你心中总有一个格，总因为婆婆不好，你看你这孩子保证给你实现出来，这叫啥呢？前因种地，后因收，这就叫种因结果，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。什么叫因果？我要讲这个因果，我就说能摸得着看得见的，我不讲无形的，我还不让大家迷，你别迷，是吧？人是最高最高那层的，最灵敏的，你迷啥呀？啥能迷住你呀？
那些圣人那些贤人都是谁？不都是人做出来的吗？我们有了圣贤的母亲，才有圣贤的子孙。没有圣贤的母亲，能生出忠臣良将吗？能生出孝子贤孙吗？对吧？王凤仪讲那么句话吧，说世上不是没有忠臣孝子，有，哪儿去了？让母老虎给吃了，是吧？让母夜叉给扔了，是吧？我们孩子都是好孩子，孩子是无辜的。我们父母，你会不会培养？你不会培养，完了你怨天怨地，还有的说这话，随你们那枝子，随谁那枝子呀？你生的随谁那枝子？那我为啥今天要做这个讲这个呢？是吧？我母亲孝敬两头的老人，两头的老人全是我母亲负责任，娘家的奶奶，娘家的爸爸妈妈，我爷爷我奶奶，全是我母亲扶持，全是我母亲伺候死的。我母亲的性格太好了，就我父亲怎么骂他，脸都不红，不带着回一句的都。那我是我都十岁了，我都知道啊。那我们那就都对我父亲有意见，所以我头疼嘛，是吧？我对我父亲有意见，因为我母亲就能受，是吧？我母亲也活七十多岁嘛，人家就能受，叫什么？受了，受了，人家受了，真就了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有很多女同志生的孩子呀，生下来就有病啊。说昨天、前天我们在那个林口呢，抱起三个脑瘫的孩子，有一个四岁的，有一个六岁的，还有一个九岁的吧，八九岁的，三个呀。咱们一瞅啊，真可怜呐。领先的就问我，看看咱俩能不能给我看个病。我说我不是看病的，我是讲家庭伦理道德的。那我们这孩子是咋回事啊？这家这钱花老了治不好。我说你呀、啊、你拿一个金山你也治不好。他说那咋回事？我说你这孩子是生理上来的，是在我们母亲怀孕的时候你就给这孩子病就给种上了。因为什么？母亲的心性不好，母亲对老人不孝，总跟老人生气，你当妈妈的气血之中就有这股毒，有那股阴质，可以说有的都种上那种癌细胞。气是毒啊，气就是病毒。当你总跟老人生气，你的气血之中就有毒。孩子在母亲怀孕的时候靠着母亲的气跟血活着，把那个病毒就吸到孩子体内。什么？这叫生理科学。当你一怀孕的时候，你就没怀着好念了，你真要怀一个好的念头，你真做到古代圣母那样，孟母而生出孟子，孔子的母亲颜征在而生出孔子，江西章的母亲王从孟而生出江西章。我们看看古代这些圣母，他们为什么那样啊？岳飞的母亲生出岳飞，岳飞能精忠报国，不是母教好吗？那我们现在也都是女人呢、啊、我们生的孩子怎么还带着疾病来的呢？还怎么都不听话呢？那就不要往外问了。说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，哎呀老师啊，你看看我这孩子也不听话呀，咋整啊？是吧？很多女的这样打电话问我，我就说那咋整？那就是你自己装的东西，那你自己就受呗。
我们家那人接过来电话就说，那咋整啊，让你们老师去给你成天去四方小小送孩子去，说什么原因，不往自身上找，就往外怨，说怨气有毒，存到身上就是病。可是我母亲在怀孕的时候，你要生一场气，那孩子就像那庄稼似的，下一场毒雾啊，孩子受一次伤啊，能不有病？上哪儿不有病去？咱们这是德惠，我呢是在零几年，零四年是零五年，我在那个咱们那个长春文庙讲课时候，有一位女同志是那个咱们榆树县的，咱们这榆树县的，带着一个九岁的脑瘫孩子去了。我在那讲课的时候，那孩子是什么样呢？这边拉手，这个胳膊不好使，正脚脚尖能落地，脚跟落不了地，站那嘎不敢往前走，一走旁边来个人一吓他都得倒。后来我在那讲课的时候，他听我讲课讲到孝道这轱辘，他痛哭流泪。很多人也是，他就在那会场他就开哭了。他哭的时候有人当他，我说你别当，让他哭，说为什么要哭。我们看着我在录音棚里讲这个光盘，刘博士在北京产业信息部讲那个，中医博士讲那个道理，病是一个信息起心动念进来的，这个信息进来以后压到你各个经络里的四肢百髓，各个经络五脏六腑，毒气压到那里之后他不会出来的。他也说了，用药是治标，治不了本。他说自有讲性疗病，播阴取阳是治本。完了他说了，为什么哭能好病，哭能把这个病倒出去，因为肺属悲，肺的主悲，当人一哭的时候肺门打开了，你是冤呐，你是屈呀，你是忏悔过呀，肺门就打开了，肺门一不打开，肺通百脉，肺通百脉，百脉的毒全让肺经去，所以肺经倒出来了，吐出来了，吐出那个东西没有饭，他没有饭呢，因为他没经过胃呀，他经过肺经出来的，所以五颜六色，真是五种颜色啊，那真是五味啊，是吧？所以我没有时间，下午王秀芳是吧，就要讲他的实力，看他吐那个东西，是吧？他就是肺病嘛，他吐那个东西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呢，我就让他哭，他就哭了三个小时，哭了三个小时，吐了一些白沫。后来我又在长春紫竹庵讲四天课，他搁那又哭了四天，孩子脚跟落地了，孩子右脚跟落地了，孩子你这个胳膊好使了，原先那孩子说话舌头都发硬，孩子说话就流利了，这什么原因，是吧？孩子有病就是父母的事儿，那根不动他，你烧能动他吗？根不动他，树叶不瞎，树梢不瞎晃的吗？他就根动了，因为他没出十二岁呀、啊，他没出十二岁呢，所以这个病就是他父母的问题呀、啊。现在有好，往往有很多孩子，怎么的？小孩三岁两岁一弄就感冒了，一弄就感冒了，什么原因？妈妈一整就来火，就像一棵草似的，一棵苗似的，你老搞火烤的，他能受得了吗？你不把它烤焦个喽？那一棵庄稼你种到那儿了，是吧？就是夫妻
夫妻和和的时候，你把这个种子撒到那儿，在这个中间，你夫妻是那叫什么？叫阴阳，一阴一阳之为道。什么叫道？一阴一阳之为道。凤仪先生说什么叫道？两口子就是道。说那道在哪儿呢？道在你家呢，你上外边找道去，你南去求仙，北去求佛的，说南去求神，北去拜斗的，说道在你家呢，道家道家吗？孔子不写四书定理一写的一句话吗？说朋友之间，说再来你到家，现在就到你家了，看你会不会行这家道，是吧？你这家庭这步道你不会行，你学啥也没用，是吧？说你学去吧，是吧？为人不为己，你就是圣贤体；为己不为众，你念佛也没用，是吧？你就把你自己念好了吧。怎么念好了？是吧？怎么能念好了？你是父，你是儿子，你这儿子会当吗？你在老鹰跟前说话柔和吗？你温暖吗？你在老鹰跟前懂得有那种长性吗？你身体是清白的吗？你就问你自己，这叫啥呢？名，名就是你的命，你的名就是你的命，名者命也嘛。你啥人就是啥命，你是丈夫，你丈夫的名，你会当丈夫吗？大丈夫，大丈夫，你怎么当这个大丈夫？一个女孩来到我们男人的身边，舍弃她的亲生父母，倒在你的身边，你怎样对待她？你不应该爱护她吗？你不应该关心她吗？是吧？那就说啥呢？叫夫妻这部关更为主要，是吧？夫妇道是伦常观，伦常观，伦常观呐、啊！夫妻不是一般的，夫妻是一小天地呀、啊，它是协和阴阳啊，它是人伦之。